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生活太过幸福美满的结婚生娃之后的杨幂呢，是这个肤白貌美，竟是嫩出了一副妙龄少女的模样，而产后呢迅速恢复的好身材更是羡煞旁人，女儿呢貌美如花，杨爸爸也忍不住出来傲娇一下。美腿美腿还是美腿，要问这美腿的主人是谁，那就是身材比例超好的大幂幂喽。近日杨幂爸爸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女儿的美腿照，并骄傲的po文称大长腿可不是 P 的。而这其中一张杨幂在14岁的时候所拍摄的半身照更是十分吸睛，照片当中杨幂的纤细长腿占满了画面，满屏的好身材，只不过那时的杨幂着实瘦弱，一双手臂更是细得惊人。不过腿太长了也有烦恼啊，早前杨幂还曾经因为美照上夸张的大长腿被质疑 PS， 杨父此番晒出大幂幂早年照片，看来也是在帮女儿澄清谣言，力证女儿是天生的长腿妹。